其实这一份陈皮大概重差不多2斤，主要呢陈皮的话，它的一个特性就是陈久者凉啊，以这个年份越长，它的一个药用价值会越高，所以呢现在呢有1988年，这现在有30多年的一个历史呢，这些产品的话，其实是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都是物以稀为贵啊，主要是这个原因啊。其实陈皮的话，它的一个口感呢啊，随着年份的一个变化，它也会转变的，从我们前期的果香到沉香，到我们30多年这种陈皮，基本上都是药香为主。那这个陈皮产自哪里？产自我们的一个广东江门新会。